哈哈哈！我给大家讲一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，今天我乐一天，我兄弟今天特搞笑上班。这条长裤，哎呀，这边带个眼儿，男的穿的，淘宝发错货了，发成男的穿的了。来讲讲吧，兄弟。有什么可讲的？我今天这糗事儿，多糗多糗多糗！啊，穿着男士秋裤就上班了。穿着男士秋裤上班了，然后脱了之后才发现前面有个洞洞。男士秋裤，假如你也不退款，为什么呀？人家还说让我给他点个赞，给个好评，对，那边要弄绩效啥的。这我早打早客服部了，然后呢，我听说你同事还看见了是吗？你同事怎么样？露的前牙马饭吗？是啊，饭店。饭店是吗？啊？这裤子慢天穿不了。我穿不了，废话。把钱给缴了，我没法退货了呀。那么大个，穿不了，我让你把穿直接扔掉好了。您废话，别留着了。多大多小我穿？我同事说，你穿着吧，反正裤子里边别人看。但是我这个穿着我闭眼睛吗？难受啊，我过不了我这里边这个坎儿啊，你寄给网友，网友有瘦的，网友瘦不拉几的能穿的，像那种一百斤的男的，有一百斤的男人吗？一百斤的男的，